紫花藿香剂，又名紫花毛麝香、墨西哥蓝剂、牛屎草、熊耳草、圣红剂，有白花和紫花两种品种，一般称为白花藿香剂和紫花藿香剂。白花藿香剂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株高约50到70公分，茎直立，全株有软毛，性喜生长于荒废向阳地平的及田边比较前燥贫瘠的土壤上，它们喜欢晒太阳，适应力很强。全草，辛，微苦，平，性能，清热解毒，利咽消肿，止痛止血，胃痛，肾结石。